按下地图。照相。好，成功。2009。我们5.6K。哎，好彩。阶梯，这边阶梯好像比较少一点。荷花市那边的都是一路上去的阶梯。哦，一群猴子，大大小小都有。啊，小猴子在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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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加热要转，一路阶梯，啊，看这台，继续走，这是山坡，我们直接爬到前面去了。分岔口，往下去，啊、太有修，算了，往下的那个一大厦，啥？无啊，嘛是过身躯干了看。1.2K， 走1.2K 的，还在上坡，还在爬楼梯，没有在录音。1.6K， 呼，开始走，到泥土路了，没有阶梯了，还有4公里，哇，好热，步伐轻松啊。爸后面嗨嗨叫，嗯，看，心跳都120左右。哦，进入竹林了哈，差不多1.7K 左右。哎，哎，快点！1.几K， 2K 了，哦，剩下3.6K。哦，1239。爬1239，我已经爬了500了，不到一个小时，大概50分钟，走了2公里多了。土鸡山，标高，1222。
来停下来，来，我照着看，看下面，好漂亮，哇！嗯，走起来蛮舒服的哈。打，别人来的我们不能说谎话。有，其实二十分钟就到哈，不是快的。我们要认证哦。嗯，我们三十分钟，人家五分钟。嘛，你们二十分钟啊。有下去的，哦，还好有上下，上不下，不会一路上。按步一点，哇，前面那个那么高啊！啊，哇，左边那个，这个下去哪里了？往下，哦，九族文化村，哦，下一条注意啊！哈，开始上坡了，越来越陡，差不多走一半了。倒是陡坡，走了3.6了，啊，3.5，1.98。哦，竹子都被磨得很光滑，还是陡上。就是这么陡啊！哎，你好。啊，16了。哎，您怎么都没喘？你上来我已经不喘了。好，1670，还有300、400，超到400。渡尖，哇，稍微缓坡一小段，要开始爬坡。
4.5 了，上一 K， 1722，上到快300，海拔快300。看这，好了啊，4.7K，别走，23分钟25秒。哦，这里更宽啊。才1万步啊，都是嗨嗨下的。发电机的哈，轮胎。为什么弄上？用流龙弄上来的，要不然就是后面有产业道路。嗯，奇怪的是，真的还在搬，搬家。建筑一般大概快到山顶了。到了，到了，2个小时，55分。哦，将近3个小时。来，请站站过去。烫打了，我们可以啦。2.8。好，我们不用去主峰了。啊？啊？他去啊？好。OK。好，黄公，水色主峰。
都三老鼠啃的。啊，是块木，还是牛脏？看起来像牛脏。水色最高峰，日月潭最高峰，水色大山主峰。我又来了。开始下山，哎，大家，嘿嘿嘿，哦，这漂亮的这里啊，三点五，哦，还有3.5K。哦，回程了，一个陡坡，上了坡以后。一路下坡，漂亮的竹林啊，走起来轻松啊，儿子走起来健步如飞啊。全程最好走的一段。一路下阶梯，2:40下来，走了2小时05分，12:35开始走。
哦，连主峰总共走个5个小时又25分钟。哎，还好哈。哎，蛮累的哈。跑了5个多小时。来，去尿尿，拜拜。啊。好。